别再花冤枉钱了，算命师的秘密即将揭露。算命也有分时间，越后面的客人就会越不准吗？7点以后，我的体力会稍微弱一点点。哦，那我整个的那个配合度跟那个活力元气会差很多。张老师很不一样，你现在忙一点精神，你点精忙一起来进财神。这样付钱找你，找我去玩，就是没有。